reporting in progress hi 啊，我已经所以你看这一题啊，uh, 大家看这边啊，他说，马来西亚个呃，Kajang 阿拉姆莱 u 呢，他们 manfaat 就是他们会呃，哎、欸，之前我先怀疑一下，先置一下值 c o r 哎呀。 OK，所、so、以他们会什么？呃，使用啊，唔麻烦阿干，这个是呃，就是充分的利用啊，这一个肥沃的土地啦。Untuk menjalankan k e a t a n pertanian，因为阿拉姆拉又有很多这些呃肥沃的土地嘛，啊，尤其是在那种呃，像哎这个，像是冷巴苏啊，其实这个这个图片哦是河来的，河域附近啦，所以河附近呢，它的土地很肥沃嘛。 所以他们会利用这一些单呢，哈，很多格格丹伯达尼亚去去种植，来进行这个种植。所以这个题目还教你什么？你啊，德干卡瓦山雅门加迪大巴伯达尼亚，然后它成为这个大巴伯达尼亚，成为这个呃种植的地方。然后这些种植的地方从以前哦被传承到现在的尼瓦里系之传承，Zaman b 扎曼不扎曼。 这么很多个年代了，他们还继续传承下去。说、so, 包括什么地方呢？这边有什么地方是这个冷巴属埃的？通常都是名字啊，属埃属埃这些了哈。还有一个很出名的是属埃美宫咯。哎，属爱美宫，我们可以写呃卡瓦山这个呃冷巴，冷巴属埃美宫，美宫河。 还有这个 Sungai Brantas 也是有，给你写几个 Sungai，我们之前在罗丹里面也是有的那个那些 Sungai 啦，哈、啊，都可以都对的。Sungai Brantas 跟 Bengawan Solo，哎，Bengawan Solo，几个 Sungai 啦。 Okay, B 的这个很容易啦，这个我我也是有讲过的。呃，在呃这个国家阿拉姆兰 U 呢，他们有进行这个贸易吗？诶，布拉港岸，然后布拉港岸那边呢，他们有呃呃几个这个港口，布拉伯汉有三种的港口，一个是什么什么跟什么？第一个就是布拉伯汉多么高的，就是、负责供应。 他们当地的货物了本不呀，布布糕，嗯，这要说布拉班布布糕。然后第二个就是布拉波汉克莱加案。这布拉波汉克莱加案呢，它其实也是我讲过了，它是跟布拉波汉本布高。是一样的，不，它的区别就是在于布拉波汉布布糕当时是还没有克莱加案的出现的，然后布拉波克莱加案呢，就是从布拉波汉本布高。变成的啊，当他们。 有这个那个地方呢，那个地区啊，本来是一个港口嘛，慢慢演变的，慢慢变成一个、呃、很多人居住的地方，有城市啦、班达啦，然后就有这个政府克莱扎案，国一个国怎算是我讲还算一个国家出现了，所以那个布拉邦伯伯高呢，现在就变成了布拉班克莱扎安，因为有克莱扎安的出现了，然后第三个就是布拉邦 e 诶，这 Braban Entry Port 它跟 Braban Berbagai 是很吧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这 Entry Port 呢，它会门 import b a r a n 还会进口物品，然后再出口出口货物，进口货物跟出口货物的港口，那个叫做 Braban Entry Port，这是三这三种啊。哎，在马来西亚阿拉姆拉尤有的就是发展的这些港口，哎，所以第一个你可以写 Braban Berbagai。 就是这种大写啊，哎，a、mm. 拉波格，这个是布拉 a 汉，卡扎安，哎，其实有大写嘛，我看一下，我 check 一下啊，不用不需要大写不需要大写，卡扎安，呃，另外一个是布拉波汉，啊，啊，我们写这里啊，哎，布 h a n 啊、uh,，Entry port，这三个。 OK，感谢,谢。然后这里面的考试呢，w 度题目啊，这是我们的手度啊，这这是这种手度是短的答案的，短的答案呢，通常都是这种题目，一定其中一个是可以把题目问的，他一定会问你这个字，你看，你通常你会看到这个八的、本的、半、八的答案、anda，或是八的、本的、半、anda。 就是你的个人意见呐、啊，所、so, 以他问你，呃把 a g a i m a n t i v i t i p e r d a g a n 哦那个 g a r d d a p a 所以我们的这个国家的，呃，这个啊贸易活动呢，怎样可以被发展呢？或是被啊被发展能更加进步呢？使得它更加进步呢？这个国家的这个贸易活动，那、so, 我们可以怎么做？怎样啦？问你，怎样可以发展我们国家的贸易活动呢？ 有有有什么有什么想法吗？大家怎样发展我们国家的贸易活动？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题目，那答案就是：当你做这个本来刚刚的叙述，一定要有什么、啊？对，港口对不对？OK，要港口嘛。说一个国家，哎，就是说你要做这个贸易，你的港口一定要有什么很好的一些设施，对不对？ 很好设施的话，这一些商人啊，或啊、呃、这些国家呢，他们才会选择在你的国家的港口逗留吗？停泊吗？是不是？所以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啊、呃、这个元素啦，而是因素。你国家的这个贸易活动可以不可以被我们讲、呃、发展呢、啊？所以你就可以写啦。呃，这个布拉博哈呢？

更多的是私给他们呢，啊、呃，这样子比较方便嘛，在做贸易的时候。第二个呢，还可以什么还讲呢？第二个是我们可以讲的是，我们要多鼓励啦，啊，多鼓励这些外资啊投资在我们的国家，就是外国人啊投资在我们的国家，啊，投资我们国家，然后在我们国家建兼很多这些我们讲啊。 工业啊，商啊，工厂啊，所人来来来去生产他的什么货物，很多是这样的。而外国产品哦、啊，他们会选择在外国啊去生产，所以我们可以鼓励一些西方国家或者大的国家呢，他们那种生产以生产为主的国家呢，啊，来我们国家投资，来我们国家进工厂，然后啊，process 啊，啊，生产这些货物，所以这些货物呢，他就必须要出口嘛，对不对？所以出口的话，他就需要用到我们的。 我讲的这个啊、呃，这个贸易了，这个贸易活动也会变成更加的这个呃进步。哎，这贸易活动你们自你们头脑想就是进口跟出口这个啥、啊、货物啦，啊，所、so, 以我们就可以啊，孟、呃、白拉干呢。哎，孟白拉干啊，格他说干，不啦不？ 拉波阿信，拉波是投资者啊，阿信是外外国的投资者啊，投资在我们的国家。然后还有一个也是可以，也是关于到那个港口的，就是说呃，我们可以把这些港口呢，就是有一些特定的港口呢，变成布拉波汉贝巴斯。 主税，啊，menjadi kan pelabuhan bebas 什么意思啊？叫“免关主港”，就是免税的这个港口。就是说，这些港这些商人呢，他来到我们这边做生意的话呢，他停泊在这边港口，在这边做做买卖的话，他的那个主盖呢，他就可以免税啦，他就不需要给我们国家税务，啊，或者是。 它的税务会比较相比较其他的港口的话会比较便宜，啊，这样子的话你就吸引更多的外国人啊啊外资啊这些商人呢来到我们国家进行这个贸易活动哦。因、哎、为我的主街我的巴拉伯汉哦比较便宜吗？不用给钱吗？然后第十二个我们可以讲什么？我们因为布达冈安我们需要卖货物嘛，产品嘛 product 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怎样？我们可以提高。 我们讲讲我们的国家的生产能力，productivity，productivity，<coughs> 没生产力啦，没花语胶，让我先画一点啦，哎，productivity，啊、呃，你讲的。 嗯，可以吗 a l right，行，那 <coughs> 我们写先写一下哈。然后我们再讨，我们这啊，析一下，我们要去看一下我们的那个什么，我们的 AC，这个宝的 AC。然后我们讨论讨，我们讨论一下的答案，它的题目，它的答案。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我们的第五课啊，所以我会比较慢点讲了啊，因为毕竟还有三个同学他们没有没有上到那下。 我怕他们会，呃，下跟不上了、啊，下了吗？说苏颖跟嗯，怡、呃、轩下了吗？OK，苏颖下,了下了好了，怡轩呢？怡轩下吗？好的，好的。OK，好。

Uh, memanfaatkan kesuburan tanah, mencipta sistem pengairan, membina pelaburan, pelaburan. Ha, jika. Ya. So, mari kita nak lihat sia ah uh, dia penjelasan Okey. buktikan kebijaksanaan pemerintahan 啊，伯伯林达在讲阿拉姆拉尤，所以他叫你，你，所以第一个你可以写的这些王呢，他们很聪，我们讲他他题目是讲什么的嘛？他其他题目是讲这些王呢，他们很聪明，OK，他们很聪明，然后呃，去领导他们的国家。现在还要你证明说，哎，有什么证明说这些伯伯林达在讲阿拉姆拉尤是不比假的？ 说、so, 第一个，你可以写他们很，呃、uh,，他们会去讲呢。他们 memilih 这个啊、uh,，tempat，哎、eh,，kawasan yang subur，哎、eh,，untuk dijadikan kawasan pertanian，no，哎、eh,，memilih dan membangunkan pusat，这个也是他的答案吗？ 所、so, 第一个他就是讲说，他们选择那一些比较肥沃的土地啊，从东面像德比松啊，就是讲我们来一批我们做的，像伦巴松埃、美冈松埃、布兰达、什么高 Solo 这些地方，诶、哎，他们很聪明的，他们不会选其他地方，为什么不选高山呢？为什么不选森林里面啊？偏偏要选在德比松啊，因为高瓦山脚舒服，所以证明他很聪明哦，他选择比较肥沃的地方，成为他们的高瓦山啊，不散不闷单。然后第二个。

他们建立那个港口的时候，那个港口是在那种呃国际贸易通道，哎，尤其是东边跟西边的国家的啊、呃、国际贸易通道，所以那个地方很 strange，的，就说华很厉害，他选他他比方他建立那个港口之前呢，他有去做啊、呃、一些研究啊，你调查先，然后第第三个呢？ 他们也会呃考量到，我们阿米尔吉拉考量到一些 p e t u n j a r a 啦，哎，就是我们讲呃 p e t u n j a r a 我们也叫做指南呐、啊，哎，方向指南呐，yang m m u d a a n 这个不达纲行啊的布拉波汉，也就是我们会选那些比较啊、呃、有地标的，哎，像那个、呃、这个我给你看啊，这个对对，关于到布拉波汉的。 Okay. Gunung Jerai kan? Pemerintah juga menjadikan okay. kawasan Bukit Gunung Telus sebagai arah petunjuk arah tiga pedagang sampai so contohnya sang gunung Jorai lo. gunung Jerai Hai okay. contohnya gunung Jerai Ya sudah ni gunung Jorai. Okay. So, 这些商人呢？啊、呃，他们在看到这些地标的时候啊，地方指南的时候，总多像古隆热那里，古隆很高嘛，对不对？他看到说，哦，那个古隆热那里，ai, 我们已经到了这个科达多啊！哎，在古隆热，古隆热是在科达多啦，这个港口了。他们就一直往着这个古隆，诶，这个方向去，他们就可以去到那个港口了。OK，然后他们也，台湾有经历什么？胡蜂安。这个呃，diplomatic。Di 来，menjalinkan hubungan diplomatik，哎，sukalah，juga，menjalinkan hubungan diplomatik，untuk，we，semana，untuk，mencapai，他们国家的繁荣，说他们很聪明嘛，他们他们讲，他们他们要确保他们国家繁荣，唯一方法就是一定要跟其他国家建立这个外交关系，跟其他国家打好关系，所以你可以给众多啦，哎，打的众多 hubungan diplomatik，伊拉 hubungan persahabatan。 Uh, bantuan ketenteraan atau senjata dan perkahwinan. Eh, kita sama Hubungan persahabatan, bantuan ketenteraan dan perkahwinan. Ini adalah uh, bentuk hubungan diplomatik. Eh, hubungan diplomatik uh 他讲，阿布卡格善，如果啊，这个看了，阿布卡格善，如果，伯明宾，我德门，加 h u b 安迪，宝马迪，等 i p l o 罗啊，你会发现到吗？A C 哦，多少分？二十分哦，你看，这个是 K 八题目来的懂吗？这个也是 K 八题目，八分呢，不要忘不要浪费呢，这分数，你看到没有？哎呦，A C 很难做，肯定是难做，很多都是问你个人意见的。 啊，不要浪费那个分数啊！只要要做，尽量去做，错了没有关系啊。做、so, 啊，不过格三呢、啊啊，如果有什么后果了，这个、格三可能是格三 positive，那、哎、格三 negative。所以，杰哥，啊，如果我们的国家的领导呢，和这个其他的外国啊，外国建立这个外交关系呢，所以这个格三呢，通常是格三两白。那因为进行古蒙安 m a t i 蒂，我们知道呢是会带来好处的嘛。 所以你要写好处啦，八分的话要怎么写？来，你看，他给你的程度多少分？说、so, 八分的话，你可以写，其实它其实基本上不是很正确啦哈。八分的话，其实你写四个 e 西四个胡莱样呐。OK，四个 e 西四个胡莱样。So，你可以讲呃 m e 巴，dapat yang pasti menjalin h u b u n g e r t u k memelihara k e d a u a t a n negara。 seget, ini lah. uh, menjalin hubungan persahabatan. persahabatan lah, no? uh, menjalin hubungan persahabatan persahabatan dengan negara lain untuk memelihara kedaatan negara. ，我这个是你答案啊，所以你回答说你要这样讲啊哈，呃。Kesan、uh, jika macam jika pemimpin kita memerlukan hubungan diplomatik dengan negara luar akan sama akan menjamin menjamin atau memelihara kedaulatan negara melalui menjalin hubungan persahabatan dengan negara lain. Okay, no so, selain itu, itu,啊 selain itu, Melalui, okay, harus uh, melalui cikah hubungan diplomatik, okay, negara juga dapat uh, mendapat perlindungan, uh, seperti bantuan ketenteraan daripada negara lain. Cikik okay, sikit lah. 然后还讲了，还可以门罗斯跟加林啊，布达冈啊，啊，这个也是很好嘛。这个是我们现代现代的人的这个国家，他们为什么他们要去跟一个国家跟一个国家建立关系？是因为他们就可以扩大他们的这个商业或是贸易的这个啊联系，诶，贸易的关系啊，所以他们可以门罗斯跟他们的加林啊，布达冈啊，就可以讲门罗斯跟他们的巴沙兰那，这个题目啊，你可以写了。 meluaskan jaringan perdagangan untuk, 比如说 meluaskan, meluaskan 他们的 pasaran 国家的这个啊、呃、市场啊来去什么来去 menjual 他们的哇啊 product 那来了那应该胡来干还有什么呢？呃，这个我们不不，阿曼的不带耶，这个嗯，这个有点难讲了，这个那这个题目这个答案，第四个就可以了，mengekalkan keamanan negara 了。 ，这个其实可以讲这个这个题目哦，这个答案啊，蒙尔高克阿格阿曼尼加勒其实可以跟跟这个柏林东岸一起的。Okay. Oh. Oh, mendapat bantuan ketentaan supaya mendapat perlindungan dan mengekalkan keamanan negara. Cukup lah, sebenarnya boleh dengan dan mengekalkan keamanan negara. Cukup lah, cukup sebenarnya ini juga boleh dengan ini Ini, ini, meluaskan jaringan perdagangan untuk meluaskan pasaran s u p p y e r meningkatkan economic negara，啊，这个也是一个答案哦咯。然后这个 pertukaran technology 是什么？他们的科技交换啊，在我的国家有这个科技，你的国家有这个科技，所以我们建立关系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互相的怎样交换哦，互相的学习啦。哎、啊、b e r t u k a r a n technology 是样、啊、得哩。OK，dan bermakna kan bancuan ke wang 啊，像我们国家也是跟呃其他国家借钱嘛，我们没有钱的话。 可以跟其他国家借钱，像我跟日本借钱啊，啊哎、我的国家的、个、嗯、的、的、嗯、的、个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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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的、啊、来干哎、我们来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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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啦，OK，来我们看一下 next one，我們看一下，C C 是 kba 哦，Ck 也是 kba，啊不可，个 e d 八 e d 八就是你的本来就要让来 a r 你别以为 e d 八是什么不会哦，看到 A，这字我不会做，不不明白，我不会做了，e d 八就是你从中你学习到什么东西，哎 y a n d a e r o l y 你得到 d a d d y b d t p e r o l y 是得到。 所以、so, 你可以得到什么教训从这个科比加三个安柏柏林大哥来加阿拉姆来优亚门加林冈湖蒙安提波马蒂人安凯尔前若所以你从这个他,他,他是给,他给你一个 birthday 吧、哎、这个情况他说、哎、我们的领导人很聪明他聪明在于怎么样他们懂得去和其他外国的国家建立这个关系所以从这个呃这个情况来看你学习到什么东西 好，还它、啊、的题目是问呢、啊？你学习到什么东西？所以学习到什么东西？从这一个 p e r v 他们去跟外国建立关系。第一就是我们可以讲，这本 B 八，因我不喜欢拿这个答案。我们看第二个的 b e people f i r e b k Yes，我们的领导人他们很思想很开放，他们可以接受外国的这些啊、呃、帮助啊，外国的保护啊，外国的宗教啊。 啊、呃，文化吗？这样子的话，他们才肯肯和外其他人建建立关系。如果你看想象一个国家跟一个领导人，他很保守的，哎，他很封闭的话，他会跟其他其他国家、外面的国家建立关系吗？不会啊。所以第一个是我们讲，哎，我们的本民兵呢是一个从中国学习到我得到的启发，是我们国家的本民兵是非格兰特不够的，是讲开放的。然后第二个我们就讲什么？呃，从这个这个本习会来讲呢？ 哦，我们看到这本名变哦，哇，他一直不断的很努力的去跟外国、其他国家建立关系啊，然后为了什么？为了要保护我们国家的这个繁荣，所以呢，我从中学习到说，我身为马来西亚人民呢，我也是要我有时候要努力啊，去确保我们国家的繁荣，跟更,更加的不 g i 啊，呃，untuk m e m a 啊，发展我们的国家。 写答案呢、哦？其实他的答案很很广的，这个这个题目很好写，很多答案只要你把它写的通，你就 last answer。为要本杰拉本杰拉山啊？多少分？六分对不对？六分你给三个一 C，三个本家拉山，可以吗？三个一 C，三个本家拉山，这个本家拉山就是你要解释为什么啊，就是讲，这、那个答案很多了啊，我,我,我不我不一个一个去讲完了啊。哦 Okay, 我们看第二题，哎，快一点了啊！第二题，第二题是什么来的？第二题是关于，也是一样，呃，system pengairan，他要问的是关于这个 system pengairan，也就是我们这一点的这个 system pengairan 这个，在你们老大的第十页啦，这里，哎，system pengairan，所以你看他问的问题是哦，哎，yang jelasnya system pengairan yang dibina dalam kajian alam melayu，还要你解释哦，怎样呢？ 它的 system iron 是怎样的？还有你整个整个 system iron 你还要你解释到完呢、啊？对吧？所以你该讲哦，他们蒙闭了，这个 system iron 叫什么名字？然后 system iron 的功能是什么啊？这些，哎，它的好处是什么？你要回答啦。所以你看他答是不是这样子？Yes，o、哦、你看，马沙他讲马 i 个 e t 阿拉唔 a 用啊，门闭起只个马 n 兰门，t a system i 排 n 中东人这个系统帮爱尔兰叫 Bare，他们记得 Bare。这个 Bare 名字叫系统帮爱尔兰啊。OK，然后除了我们记得这个 Bare，Bare 其实是个水库来的，储储蓄水的地方。他们也们记得 system saliran 啊，灌溉系统。OK，这个灌溉系统的功能是什么？我们 must 干，然后确保这个高山上不丹人我们也我们啊啊我们我们得到这个备款的水量蛮足够比。 所以得到这个充充足的水分呢、啊，他们的农田呐、啊、稻田呐、啊，他们种植的地方呢有足够的水源。o、okay, 然后，棕多年你给这个是棕多来的，你可以给棕多啊在沿线里面。棕多年他们讲，他们一他们一整年就可以讲，呃，我们那那这个啊，巴厘岛人巴啊，巴拉都送香料啊，稻米啊，是半张大混 哎，不可啊，因为它也、就是因为稻米它需要水嘛，充足的水分嘛。有一些有一些地方呢，它是有这个啊旱、呃、灾的，就是夏天啊，我是没有下雨的话怎么办？怎么母亲干马绕？所以他们就会有这个 system 啊，这个 boree 啊，boree 呢来供应水去这个稻田，所以导致到他们一整年呢啊，这是它的隔山好处呢，一整年都有这个稻米的丰收。 然后我们如可以做到的成功的地方我们可以做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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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地方我们的文化遗产可诶，瓦到的地本我啊，在这个我们讲嗯，做到的地方我们可以做到的地方我们可以做到的地方我们可以做到的我们可以做到的地方我们可以做到的地方我们可以做到的地方的地方我们可以做的地 们可能他们的这个经济呢，也不会那么的成长发展啊，尤其是在这个啊、呃、农业上，尤其在这个农业上。喂，酷加信，我剩下啊哪去了？酷加信，我这边剩下一分钟。加信，你怎么这样迟？我这边剩一分钟罢了啊，我这边就 放掉这一个这一这一段的这个 z o o m e 你才要进来。我这边随时会断掉啊，断掉你们重新转回来了哈、哦。OK，然后还有关于讲系统灌溉的那部分呢，大家要跟上系统灌溉的巴拉塞基尼，s 是让你做比较，也是可以的。以前的这个灌溉系统跟现在的灌溉系统有什么差别？ OK，等我们这边重新装回来，我们再讨论这个 B 的答案啊。哎，他这边随时都会断掉了，它断掉了，你们就进回来。